起来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在带粉丝玩生存的时候，突然进来两个人，我也没管，我继续玩了下去，结果行，他俩是帝王的跟班是吧？他怎么又知道密码的？帝王，你为什么要派你的跟班来炸我的地图？为什么？我惹你了？我什么都没干啊，是不是没事找事？我惹你们什么了啊？这个地图可是我跟粉丝玩了很久的，说没就没，你们的良心不痛吗？我甚至连一个备份都没有，全白费了。哎，另外你快看看你的跟班干的好事，我希望你现在带着你的小跟班能给我们公开道个歉。